一家人过日子，要互相包容。人生真正的成功是家庭幸福。家就是一块田，种下什么收获什么。人若没了家，有再多的钱也不会快乐。只有家人才关心你干得累不累。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家庭的成功。好好爱你的家，爱你的家人，因为就算有来生也不会再遇见。安家版完整版，一生珍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